大家好，我是外交部理事事务局护照制发服务组副组长朱佩如。很高兴呢，这是第三度来到马祖地区来做我们的那个行动领悟。然后呢，去年呢，等于是105年是我们首办，总共收了175件。然后很高兴呢，这是第三度来，希望能够再为那个马祖地区的乡亲服务。谢谢大家。这是临时的，我们一律都是用邮局邮寄。这个是哪一个？你自己听。两个码哈。李县哦，李县在阿邦站，好，好，卡里哦。那这么抽一百多？有没有旧的护照被收回去？他给你收走的嘛？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十一月十号邮寄，写一下地址好不好？对，坐下，坐下来写，慢慢来，东西先收起来，东西先收。我们马祖地区哦非常便利，而且服务哦非常的好，哎，我非常的满意。你这小朋友上地去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